听着，同学乖，这把打完你就去写作业哈。啊，我能不写吗？不能。好吧。玩个游戏那么磨叽，至于吗？天成，这个队友好凶啊。是有点凶啊。真倒霉，一个菜鸡，一个小学生，这把肯定要掉分了。小学生？他是在说我吗？也许，好像，应该是。那菜鸟是？别装了，输了就是你俩。不想跟小学生玩，那你退出去啊。我告诉你，我可是主播，要不是看你有十几个赛季王牌，我才懒得理你呢。那我还要谢谢你了。算你识相，一会儿好装备都给我。天成，这就是传说中的普信男吧？也许，好像，应该是。孙武老师，咱们一会儿还是离他远点吧。OK。原本以为离他远点就没事了，但没想到。老师啊，三级甲给你啊。都说了好装备给我，你怎么还捡空投？这好像是我们先看到的吧。快扔下来，不然我就网暴你。网暴好可怕呀，你以为就你是主播呀？你面前这位可是亲。算了，老师啊，给他吧。小学生就是小学生，吓唬两下就怂了。干嘛给他呀？这种人老娘看着就来气。哼，不生气啊，老师，毕竟是同行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。天成同学，过年收了多少压岁钱呀？喂，你干嘛？无聊啊，扔着玩。扔着玩你就朝队友扔吗？对啊，怎么了？不服？你别太过分了。过分怎么了？我可是主播。主播就可以针对别人吗？那又怎样？我可是有30万粉丝的大主播。你们就该被我玩，慢慢跑毒吧，小菜鸡们。跑？你跑得掉吗？你敢打我？我可是有30万粉丝的人。30万粉丝，又怎么了？就是，我们还是千万主播呢，我们骄傲了吗？你们吹牛的吧？估计只有100个粉丝吧。像你们这样的小学生，发个作品都没有2万点赞吧？还千万主播？给爷整笑了。我们发作品要有2万，怎么说？那我就给你们道歉。不是给我们道歉，是给小学生道歉。要真有，给谁道歉都行。哼，你等着道歉吧。